任务就是把大家都服务好了，你们先吃，你们先吃。一会儿打两把拳啊。你怎么又出现了？干嘛？我出现你很失望啊。这是你作为今天 party 的发起者，赶紧去跟大家打招呼。没用吧？我不试试怎么知道啊？你要是想在山里做成你想做的事情，多一份帮手，少一份阻力，不是更好吗？走。啊，好不容易来，好好好，来我们这边喝个酒。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林蔚，哎呀，太感谢你的奉身招待了，是啊，真的很好，来坐下来一起，赶紧叫人啊。你都认识了？当然了，大沙婶、王婶、二姑奶奶、三舅妈、三舅公，赶紧坐下来，快快快，坐下来，坐下一起，坐下来，来来来，你吃点东西，我给你倒酒，给你倒酒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。没纯的，没诚意，是肯定有啊。舒月拿瓶洋酒来了。哎，这个时候肯定有纯的。来，满上满上，够了吗？够了吗？啊，行吧，满上。好，有没有人喝洋酒啊？来，我们大家伙跟林蔚喝一个啊。好，来，谢谢啊。哎，站着。哎，不行，说干了就得干了，干了，掌声鼓励，来，今天忙活这一出是为什么呀？帮你解决和村民之间的矛盾。我才刚来，能有什么矛盾？哎，你知道人之所以是群居动物啊，就是因为有想要表达和交流情感的需求啊。但有时候人呢，他一个人生活久了，就容易和现实脱轨，就容易虚无主义。他容易活在自己用思维构建的世界里面，自娱自乐。你喝多了。道理也挺多的呀。你这么盯着我看，你就不怕我对你有不轨之心？在我这儿，你会黔驴技穷吗？但我这个人就是喜欢迎难而上。